天来到马拉湾，刚刚看了头很晕啊。好玩吗？好玩，好刺激呀、哦！很好玩，对不对？好的，还再玩一次吗？下来了，下来了。好，快飞起来了！太快了！那个，刚刚那个。双人比较快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哇，很高哎！好了，我现在要下去了。这个是敞篷的，敞篷的。哦！男生都不敢玩的，这样敢下来？开始搏杀，被搏杀。眼睛睁不开，就是我刚刚被水呛的，我根本什么都看不到。我给你们来张开。对啊，那水一直灌上来，他鼻子会呛到。好了，我们又上来了。我们这次要玩右边这个。哦。这次学聪明，我把鼻子捏住就不会呛到了。左边比较恐怖哎，他直接这样子下去了。哦，下来了，下得很惨。先坐下来，直接踩地板就好，屁股坐到了，来，你要上来。先生的水要小姐的碗。小姐啊，太好了，谢谢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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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欸，我刚一度要飞出去耶。对啊，你有觉得吗？对啊，我屁股很痛。你有觉得要从那里飞出去吗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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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好了，开始了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海盗餐厅，这边有卖拉面，我们叫了三碗拉面。各位观众，这个海盗餐厅的拉面实在是有点无缘了。这不是肉哎、欸，有一点点肉，然后剩下旁边这个是什么粉做的吧？味道非常的深奥。担心姐姐啊，是不是？你担心姐姐是不是？是不是啦？你担心姐姐啊？姐姐来。
面太深了。我也觉得好深。啊？它好像有两公分。对啊，很深啊。哇，好美呀！你要来救我，你都没有来救我。他没办法啦，那怎么可能？对呀，他担心你啊，担心姐姐是不是？你担心姐姐溺水？这个其实有点深，有点可怕。谢谢。